Maga! Maga! Hey, 留着他有用，走，我留着你。 咬我呢！ 又打又报的，啊也不看看在哪儿。方兰，你想收拾酒精，回去之后有的是时间收拾，啊，过来帮忙。 我跟你说，你要冷静啊！冷静不是日本的，干啥呀？那是个日本子，你给我说！干啥呀？你给我说！酒精哥不是日本子，他没有偷进日本子，那是骗日本子的。都是啊，没有酒精哥，他逮不着这个日本子。就逮不着他了？真的？真的！回头我跟你说清楚。 报告中队长阁下，赤本大佐失踪了，现在我们怎么办？最近不能乱，赤本大佐落在八路军的手里。好，快去，我去做。 没事，郑司令啊，我给你带回来一个日本的大官儿。是日本主，你啥宝海山的？
好，主君，这下干得漂亮，我要给你请功。请的啥功啊？他们日本的好吃好喝的把我给供着，到头来还让我带他们进山。郑司令，你不是知不道啊？他撞了忒像了，把我跟雷大哥都给骗了。你还说呢？郑司令在路上逢来都要揍我呀。